大家好，我是赵露思，在偷偷藏不住里面饰演的角色是桑。OK， 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球员宋三川就要暂时退役了，拜拜。恭喜老师们杀青，恭喜！不浪浪不浪。非常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照顾，我杀青了，杀青快乐！偷偷藏不住。